不能煮啊，他不能煮啊。Thank you.
现在稍微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小会员，请我们的梅奇丽小朋友，把我们这个弟子规两兄弟面请上来。我把它冻着的。好的呀，因为我们的后代，这是我们的 ABC 本土师的，好，他在我们董事长麦杰明的身边。让他来朗诵，看他们中文怎么样哈？我们现场考考我们中国文化在海外弘扬，我们的第三代孩子们是怎么对中华文化的承传的？好，我们有请小朋友来把麦克风给他，来，他叫韦，梅奇伟是谁？梅奇伟，你是什么名字？梅奇丽，他是我们梅政才会长的孙子，这是第三代啊。道人善，居士善，人知之，欲思言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 Praising the good of others is a good deed in itself. Praising and approving of others is encourages them to try even harder. 谢谢，掌声很响。Okay.哦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请三位给董哥评个好啊！啊，董姐姐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来，这个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梅奇丽。你能朗诵一首诗给我们听吗？万事人皆师爱，天同庆，地同赞。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Should all be loved equally because we are all sheltered by the same sky and we all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Earth. 哇，再看来我们中华文化啊，我们和我们董事两小朋友和我们陈麦杰明董事一块照张相好吗？上来一步，上小半步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。啊，我们把这个礼物也送给你一份，好好学习哈，《弟子规》。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董事，各位董事，谢谢辛苦了，请你们回去就坐。请我们的董事代表陈麦杰明女士，请您留步。您提出了《弟子规》，也让您来说一说红灯晚有道，红灯晚的，哎。哇。睇下睇下，係咩嚟噶？今年係第二十，弟子規喎，啱你喎。時間真係講得好快。其實我今日嚟到係好 surprise 嘅，個場地嗰度係推廣弟子規。但我本人咧喺五月份嘅時候咧，係書嚟嘅喎，係啊，未開。喺呢度。環社區嘅領袖和咧重視呢一個《弟子規》入邊嘅意義。我哋開嚟睇啊！我哋阿梅振才會長同我哋阿岑卓偉啊理事長啦，哦，一個款嚟㗎，我係個款嚟嘅。推廣過程，望下先，望下先。咁啊，其實我打下睇下，可能印住《弟子規》啦。耶！喺條界裏面，睇下先，唔好打冷震。感覺得到華人嘅家庭咧，係越嚟越冇咁重視天人惡，我哋嘅職內省，可能佢哋因為生活有職改無家境啊，《弟子規》金句哦。咁所以我好希望咧，係在座嘅每一個家庭咧，都會係翻到屋企都會。